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粉丝有求，天天必应，挑战变废为宝，从边角料考试国的第11天上做大做强。来，我们今天继续抽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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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到了一张。哇，这个字好多。他说：“天天美女，我很喜欢你的那条清爽型手镯，能不能帮我找一条差不多的，但是种水要好一点的？预算6000，圈口50，做大做强，这个小星星，接受你的挑战，争取6000内给你搞定，走，出发！哇，你看这几块板太优秀了，透手感哦。你看这个种水，像这块的话，它是带飘花的，这个飘花还是绿色的花，你看远看的话，就像一幅那种山水水墨画。这块更好看，哎呦，这块的话是它带紫色。”这里这个部位它带紫色，还带飘花，太有特色了。像其他部位的话，它是带有一点点那种苹果绿。那我有钱的话，直接盘这种一整块，然后给大家分这个镯子。今天我们重点就是在这一对边角料里面，然后寻到我们的一条小圈清爽型的手镯。来，你看这个颜色，又像那种镂空花的感觉，肉眼可见的大裂，就根本不用看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些蜘蛛网，这花瓣是挂有一点绿色的，它这个绿色很好。是没有地方可以做。那这块肉质很好啊，而且你们打灯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水感，折射出来的范围它种水很长，这种颜色做出来的手镯很清新。哎，就这一块我们去盘这块。斌哥在玩游戏呢？对对对对，谈生意呢，别玩了，谈一下这块。这一块啊，8000。8000，够实在的吧？给你。实倒是实在，但是你看斌哥裂呀裂呀，两条呀。我知道裂这里一块料两块料3-4块料2000块。哎，随随便便，不行不行，有裂我就做不了东西了。你看我曾经在这个区域做呀。那你看多少吗？4800。4800，成交。可以。都不拉扯一下吗？拉什么？那么熟了。我感觉我给高了呀。我不可以的，我那么实在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没了。来来来，给我一下。好，4800。你继续玩游戏，走走走，口袋，我们走。走，喊他。这是我做大做强以来呀，淘到过最清爽的一条镯子了。这条镯子呢，它透露出一点淡淡的晴蓝底色，而且这个颜色呢非常均匀，没有什么太多的杂质，而且还透露出了一点点娇润感。那么这条镯子呢，非常适合小清新型的姐妹去佩戴。这条镯子在市场价值多少钱呢？现在我们就去打打价格，走吧。老板娘，哦，看一下这条镯子卖到多少钱？最高能看8000吧。谢谢啊，4800变8000，钱呢已经给我转过来了。下面我们就去发货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也帮你们找。还有，我只有这个号，不要相信其他的，拜拜。